过去，我是为了任务而活着，而现在，我是为了此刻需要我的人。美杜莎整形医院非法诱拐人口进行人体实验，组织派你全新的身份潜入美杜莎医院配合调查。收下。 说吧，你潜入航母有什么目的？这就是人类的进化，是神的天才。从哪儿来？你什么组织？把实验数据芯片交出来，芯片不可能给你。我主张一切为了明日之战。 我姓江，你我都是亡命之辈，我们可以抵抗到新世。